今天8月24日，權教授每日策略的題目是提前行使達18.37億，只是反彈54點，收17845，不過曾高見18000點，但成交跌至只有842億，還好期權成行使大增。下午3結算，如此提前行使，總額達18.37億也是厲害。行使的面破港，涉及多隻股份，幫補大市成交。睇睇自己的倉，若折貨價與現貨價相差無幾，無妨。美股大反彈，特別是納指升215點，1.59%。如此升勢當然帶動港股，今天重返18000點上無疑，港股夠殘，也應該反彈。